强调，图片比文字更有力。为庆祝329青年节，中华民国侨联总会驻美西南的办事处特别在南加州罗省中华会馆展出十多幅的历史图片，弘扬中华民国的历史文化，让民众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动荡的年代，希望能够展出这个三合一这个活动，提供给不同的这个中学和高中大学的学生，能够说知道说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过去的心路历程，建国，尤其国父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历史性使命感。光是用语言我们来怀念，可能没有这个照片来的生动活泼。这个欢迎各位侨胞，如果有机会的话，一起来到这个中华会馆来参观这个我们今年青年节的这个文物的展示。相信我们会对我们当时创建中华民国的先烈他们的牺牲奉献精神会有更深的感触。2016年的青年节图片展在中华会馆大厅摆满了几十幅的图片，与以往不同的是，特别分为三个部分，包括黄花岗72烈士、国父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以及钓鱼台信息图片。活动之后，4月10号还会在洛杉矶华侨文化中心展出，随后巡回芝加哥、华府跟波士顿，欢迎侨胞前往参观。